随时只要有空档呢，就要练舞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就发现，哎，练着练着好像也就练起来了，然后就希望说到时候赶快跟我的团员们能够集结在一块一起练，因为那个一起练你就会一起记走位啊，干嘛什么有的没的，就会记得更快。而且我们老师有出功课，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就说，每天都要唱歌给他听，让他知道我们唱的每一个个人的那个 part 都是他，让他听听看哪里有问题，然后他随时给我们做调整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组的那个团员们都好认真哦，棒棒的，哇，这么喘啊，好讨厌哦，这种喘的感觉真是让人家觉得丧气。好，换衣服上班。加油，姐姐，拜拜，姐姐，我爱你，爱你，爱你们，爱你们。一连串串，开始一连串的工作，试妆，然后还有排练，加油。太多的期望，我们不能接受。No way， 不要。但我们。
一起找我去干，就是那个坚持的感觉一样。我们的颜值靠你们这些撑冷的东西。